常抱歉，由于导演怕超少年密码泄露剧情，所以昨天导演请关海去喝了一天茶，目前仍然生死不明。作为他的电脑，我已经在 Finding Soul 剧组进化成了 AI， 目前不知关海生死的我擅自做出以下决定。不，这我们的，只有我们七个。对对对，怎么来的？应该不会是这个吧？这个多少钱？这个现在刚买回来不久，现在不行。如果是这种的话，好，私人的，那里面刚好一个亿，一个亿，不留了，咱能不留了？现在换吧。我应该你帮我，然后你还帮我抹。我上下船，上下船，拍摄，上去吧。啊！龙老出来！哇！哟！待会儿教练给你弄，这个你先拿着吧。对，好，你好。哎，好，慢走。对，是不是很凉啊？刚下身也很凉，因为这里是暖的，对吧？怎么样？过后是很暖了。大哥，就是我们的船不要离他们太远了。所以我们下去了，拿好，
是这什么？我不知道这什么。这水母吗？刚有条很长的，你不敢去抓。什么？不是他怎么样抓吗？你不是怎么样抓，你不敢去抓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那条也是这么个比较长的。我帮你拿吧。啊，我拿吗？你拿吗？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拿这个，海参拿着。那个也是海参吗？对，那海参。我看到一个那么长的，我感觉。为什么？那太吓人了。乱修嘛，我这个单位。走开。下面没人鱼，你看到吗？前几天那个出来了，看一下，看见，那个人出来了。好，不是我都放生了吗？这哥们还可以啊，出来了，给他拉出来吧。他会夹你吧？给拉出来。他估计就那个什么蟹，机械，带回去养吧。这是我拉的那个。我会回来的，回来的，来的。